恩典三六五，再一次祝福你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经历神极大的恩典、极大的祝福。从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很多的祝福，有的祝福是你看到一些很好的榜样，好像以利亚这么勇敢，他征战得胜，我们被激励。有的时候，也从他们的失败里面，其实我们也蛮得安慰，说哇，真的好像雅各是说，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照样有他的软弱，他照样有他的难处，而这些给我们很多的鼓励，说主谢谢你，我们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我们很渺小，很平凡，但是主啊，很感恩，你就是用像我们这些会失败、会软弱、渺小、平凡的人，谢谢主。你知道圣经的原文呢，其实是没有分章的，没有十八章、十九章，它就是一口气连下来的。分章都是后来人去把它们分成一段一段一段。也就是说，从列王记上来看，从十八章到十九章是连下来的。十八章的最后讲什么？十八章最后是一个多荣耀的得胜啊！火从天上降下来，雨从天上降下来，圣灵降在以利亚的身上，他得着能力，他冲出去比马车跑得还快，哇，那是多大的荣耀啊！但接下来呢，到了十九章一开头，马上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深的失败。王后耶喜别讲了一段话，以利亚就去逃命，然后呢甚至坐在罗藤树上说，死了算了，我不活了，又要逃命，又要求死，这个跟刚才几节前的那个以利亚好像是两个人嘛。刚才是那样一个勇敢的、刚强的、得胜的、大有能力的，现在却是软弱的、跌倒的、渺小的、活不下去的。但是谢谢主，这就是人，这就是你跟我。我好喜欢保罗说，自以为站立得稳的人要谨慎，因为常常跌倒的就是自以为站立得稳的。圣经真好，圣经从来不美化一个人，圣经从来不让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是零缺点的，这个人做什么都强，都能干。不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软弱。大卫那么强，有八十八的事件；亚伯拉罕那么有信心，他照样有两次因为失去信心把老婆给丢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软弱，但是神啊，谢谢你，你体恤我们的软弱。我的弟兄，我的姊妹，也许你也正在一个软弱里面，但是我们很感恩，上帝没有说软弱出局了，软弱再也不用你了。你知道上帝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个父子的关系，如果只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，这个员工不行了就开除了，儿子呢？出再大的事还是儿子，再软弱还是要把他挽回回来。你知道吗？今天主也看见你我的软弱，他没有说你这么软弱出局，他用爱把我们挽回回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谢谢你，主谢谢你，你不只是我们的老板，你考察我们的业绩，我们不可以出错，不可以有毛病。你是我们的阿爸父，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，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。谢谢主，照着我们的本相，你接纳我们。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无论你现在的光景如何，主耶稣都知道，他仍然爱你。心不再寂寞，因为我是你最爱。
存在，这就是耶稣你的爱，陪伴我永不离开，心不再寂寞，因为我是你最爱。是现在。